接着跟院长讨教个问题，院长现在面临的整个国内的经济面临的四个问题，包括国际网络、经贸网络被边缘化、产业结构升级面临问题、人才外流非常严重、长期低息的问题。我要请教院长，尤其以你的执行力，院长，行政院到底要不要拼经济来解决低息的问题？一定要。好，院长想拼经济，我也赞成，但是我给你报告，您的财经团队太弱，也不认真。往下看，这个是我跟惠鸿泰委员、跟赖世葆委员经过两个月的时间仔细评估之后提出自由贸易经济特区的2.0的版本。那我给你报告，我的版本还在我手上，我还没有提出来。包括您坐在后面的苏部长，包括陈吉仲主委，包括国发会都在反对，也还没有看到内容。我真的非常相信院长，以你的执行力，你一定愿意来拼经济。但是你的内阁阁员这个不用功，还没有看到内容呢，为反对而反对。比如说昨天部长在财委会提到了，他提到说对园区事业给予租税优惠，产生区内区外差别待遇，违背国际以外性租税竞争的规范。院长，我给你报，你就听就好，听他讲。假设这个成立，那现在特许园区、自由贸易港区、加工出口区进口，从海外进口机器设备免关税、免货物税、免营业税，区外没有啊，你这个不成立。第二个，部长讲台商回台投资提供特别租税措施，应注意洗钱与资口的问题。院长你也知道，行政院正在研拟台商资金回台优惠措施，这比这个更严重。为什么？这个是早期台商很多钱出去下回来，洗钱的问题更严重。第三个，苏部长又讲全国设立后区海关人力有限，恐无法有效掌握货物的进出及控管货物流向。院长跟你报告，现在是科技的时代，不是用人在控管，现在用电子封条叫 RFID， 尤其在国民党时代认为官路人力没有问题，换到苏部长人力有问题。再来陈吉仲主委说设立特区会伤害台湾农业，尤其是高品的农业，他还没有看到内容。我的内容已经改了，要内销必须农业主管机关核准才可以内销，哪会伤害高品地区的农业啊？陈吉仲主委不认真，还没有看到条文呢，他就反对。最后一个，国外副主委、政府主委说推动这个东西会由 MIC 的产品变成 MIT， 也就是从中国制造会变成台湾制造啊，开什么玩笑？假设他的逻辑成立，他的逻辑成立，现在自由贸易港区就会成立。院长，真的，你很认真，也有执行力，但是你的内阁阁员呢、啊、不认真，为什么？我的版本啊还在我手上啊，拼命反对。我觉得，来往下看。院长，我给你报告，你也知道，昨天在财委会啊，你旁边的部长讲，你要全面推动台湾的自由化，台湾没有这个能耐一步走到自由化。院长，当然你的施政目标我看得很清楚，就是希望加入 CPTPP， 加入 RCEP， 希望台湾经贸不要被边缘化。那你没有办法一触可成马上达成，你当然呢、啊、当然从示范区开始做啊，做完之后希望由点到面逐步推动台湾成为自由贸易岛，融入世界的经贸体系。我的提案几乎自由化、国际化、法规跟世界接轨。院长，从你的施政报告、从你的施政方针看得到，不瞒你说，我在正在落实你的施政方针，但是很可惜，你的阁员呢不认真，还没有看我的版本，强力反对。刚刚讲的那五点呢、啊，没有一点成立，没有一点成立，自打自己的嘴巴、欸、所以啊，院长，我的要求很简单呐、啊，我的版本出来之后，假设认为我的版本，老蒋，我们也不是为了韩市长，假设韩市长的政策可行，院长以你的高度。协助台湾的二道县市一起来发展经济，院长，以你的执行力，历史留名。你的当院长不是为了为蔡英文来拼选票来补选，我倒非常期盼院长朝野一起来努力，把台湾尤其低薪马解决掉。您尽了力，你来做，我们国民党来配合你做，作为朝野和谐的最典型的方式，我们来拼经济。所以院长，我的版本，你不妨请你的部委首长静下心来，拿去好好看看，再来研究。要改可以改，没有错，可以改，但是朝这个方向，不要没有看到版本，那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不骗你，那个是2013年
马政府时代送到立法院来，我经过两个月解读了所有当时包括民进党全力反对的地方，我把它修过来，把它修了，也接受了绝大部分民进党的意见，把它放进来。所以我要求很简单，我相信院长的执行力，我也相信院长希望把这院长做好，最重要是把台湾经济做好，尤其改善低薪。我的版本还没有递出去，我希望递出来之后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得到的地方能够把它落实。所以我的版本，你看我的这个推动自由经济特区的目的，希望由点到面逐步推动台湾迈向经济自由岛，迈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院长，你的施政目标是这样子啊，所以我的要求很简单，公布之后能不能好好的研究可行吗？一起来努力，我就要请教这个问题。好，谢谢委员指教。刚才委员讲拼经济朝野一起来努力，我非常肯定委员的专业能力，我是认识而且很肯定的。那委员提出要一个拼经济的版本，我一定认真来看，同时要求部会一定对委员将来要提出现在还没提出的版本认真来研究，对台湾好的绝对不分蓝绿一起来拼经济。好，那我想部会所长在答复可能是就近日媒体所报道韩市长所提的，不是对贵委员的法案，因为贵委员这个曾委员法案还没提出来嘛，所以希望以曾委员的专业，您就台湾目前到底哪一些状况应该怎么改，或者怎么未来可行，如果委员提出来是非常对台湾好，我绝对会来大力支持推动。好，谢谢，也要贵院，也要大家一起来通过。好，谢谢，我希望配合院长的执行力一起来拼经济。对，接着往下看，拼经济不分蓝绿。